今天我做错，你想让怎么自残？别自残！我是说你跑得了吗？吃就吃嘛。咦，我是公的，小卡拉米，一起给你。两个水羊看不懂，不要这个幼鸟把子，这个幼家鸟加在一起应该是个鸡，鸡把子。哎，选了不准换哦。你在叫我就是啊，鸡把子。终于猜对了，恭喜杨老板喜提五个鸡把子。哎，一饼操作。我来复习，假鸟头子听起来是鸭头，不会是卤的吧？真的是卤的，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。你当鬼了吧？按照这个局势，三个钟这个肯定是不了的。不信你等我走后，你自己看。什么好的？这个老六，哎呀，怎么又让他跑了？补，到了。
今天是啥？看看你。上次在重庆吃小面放彩椒酱，有些朋友对我提出了意见，让我不要放辣椒，必须得试一下重庆小面的本味。是这样的，我刚到重庆的时候就吃过两碗了，当时也没加辣子，吃起来确实差了点感觉。第二次我又加了辣子，感觉还是差了点。第三次就是拍了视频，里面加了我们自己带的彩椒酱。不是说重庆小面不好吃，只是我希望能够辣一点，胃口稍微重一点，会更适合我个人的口味，并没有任何不尊重当地美食的意思。你们也可以自己吃的时候加一点彩椒酱，味道真的别有一番风味。前提是不能吃辣的朋友不要加太多，切记哈。美食是什么嘛？今晚活该。吃到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做，今天我来做。马拐长笋，越吃越瘾。大哥，哈哈，你的最爱。两个小垃圾。笑什么笑？我喜欢。你这是啥？全体干涉。选个嘴子直接吃。一定要记得把瓶盖拧紧。千年金甲岭，一生萝卜情。朋友，这是金甲岭的鸡萝卜，我们选用的都是本地的黄泥萝卜，黄泥种出来的萝卜，皮薄肉厚。哎呦我的妈！